恭贺你，艾丽莎，你换用大小安妮大胆搭配拍摄的四月刊销售一空。更大的好消息是，四月刊与范思哲混搭的三线品牌的帽子还有围巾，还有小外套全部断货。广告客户还说啊，我们选的新品特别受追捧，很多消费者。 都是拿着杂志去购买指定的款式，供不应求，而且每天都能够接到很多追单。广告客户也说了，客户要签下明年全年的发布。我们这次拍摄的直播互动，盈利300万。哇！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是非常成功，我们要感谢艾丽莎。